现在有午餐。来了吗？来了。小宝贝儿，我带着我的小狗来了。嗯，好，够了。够什么够？不够。够了，够了。多吃点儿。我血压高，我减肥呢。什么血压高？我血压高。你血压高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啊？我要少吃，我要减肥。医生说了，我瘦了，血压就正常了。你长这么好看。一个就行，就吃一个，一个。对，放在圆圆的里边。对。对，原配原汤。原汤。嗯。这个好看，多吃点吧，嗯，多吃点，宝贝儿。够了，我不要了，够了。冬瓜行，够了。冬瓜降血压，我讨厌吃冬瓜。降血压的补品，多吃点呗。这是什么呀？鸡腿肉。东北乱炖。这是鸡架肉。好，都给你肉。有点就行，我这人不喜欢吃肉。够了，来点豆角。够了，别走，走啥？你别拽我盘子，你别让我扣你脸上啊！你这个人怎么贱贱唧唧的？好，走吧。好，够了，开饭了，家人们，进入午餐。